刚运动完，然后做个面膜，我就去做饭吃了。嗯，把的面膜贴起来。面膜现在做完了，我现在要去煮东西吃了。来，我们晚上做鱼，就找一块鱼腩，然后把它洗干净，里面的这些血缝缝全都洗干净，然后备上几根辣椒，然后找到一剁椒，然后准备一点紫苏或者是香菜都可以。当然还有我们必不可少的生姜和大蒜头。切好备好料了，然后就准备烧锅烧油。好，开火。先把锅烧热了，锅开始冒烟了，倒油，所以就差不多这么多油。好的，油好了，到我们的主角，要等一会儿才能够把它翻过来。觉得一只手剁菜，我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成交了，大辣椒煎透了，然后就放一碗没过去它的水，水倒进去之前就把我们的生姜、大蒜头，然后放一点剁辣椒。太沸腾了，就可以翻个面。这是我煮的，很香哦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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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鱼汤我有煮，然后那鱼汤煮完了很棒，有点香。所以这是一个长胖，这是一个长胖的吃法，但是也是我没有拒绝的吃法。夹一块鱼肉，夹一下汤，然后完了。我要吃饭，下次跟你们说，拜拜。